好，第一题。哎，第一题。每次看医生都等前面的人很久，到自己却感觉只看了一分钟 ，Why？ 我也是，我不懂为什么，超奇怪。一到七号三小时，我是八号三分钟，这时间怎么算都不平均啊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跟医生感情是不是都特别好啊？都有瞧过，进去之后他们可能带一个腊肉，然后进去边切边吃这样子。还有素修吗？然后医生还说：“哎呦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去煮个白饭这样子。”然后等他跳起来，这是医学院的学生了吧？去跟老师拜访一下这样。你没有这种经验吗？你看医生大部分跟医生，我已经尽量拖时间喽。哦，是哦。我已经尽量想跟医生多聊喽、但他都快问快答就结束了。哦，这是感冒啦，这咳嗽吃药就好了。不然你要打针吗？不要打针，那吃药就好了。我觉得可能是你策略选择错误，因为我对医生不是这样，因为医生都会尝试去说服你、但是你只是提问说服你就买单了，不行，你要不买单、你要说你确定你在说什么？你确定这个感冒吗？你要不要再想一想呢？你刚刚听，对，你要开始有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你懂吗？我觉得很有道理，对，你要勾起他的情绪啊、要不然他觉得你太好打发了嘛，就啊、你就是怎么样，来转过来我听一下，好了，咳两声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了。我刚刚是假咳哦，这样子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掌握到了，继续。哦，你刚刚假咳吗？我认真咳起来是很严重的哦。假咳，那假咳，哦，好。你确定我没有假咳过敏吗？这是冷笑话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对那边说。你确定？好，医生知道就好。来，我们对墙壁练习一下。身高表，身高表。为什么对长颈鹿说这句话？对，对长颈鹿身高表，来讲一下。你确定我没有甲壳过敏吗？对，医生。有趣，有趣。你看，医生被勾起来了。对，医生的情绪和那个好奇心被勾起来了。对，对。就咳嗽的时候，腋下都会有点震动。你可以听一下我腋下吗？为什么听那个震动？因为我这个地方，它就会这样震动。想念跟我慢吧。那是要减肥吧？这样子。你还有什么拖延战术？拖延战术很多吧？比如说，有一种，今天是什么样的症状了？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胃，就应该说腰，就胃和腰。好，去照 X 光哈。来，没有 X， 不行，我医生，我觉得我 X 光过敏，我有 X 光过敏。你是对 X 光机过敏，还是对 X 光的光线过敏？我对光过敏。哎呦，好亮哦，好亮！哦，先生，你假装了吧？没啊，医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自己的病患？你摸摸看，你摸摸看我的胃，你摸摸看，摸摸看，你再摸摸看，你再摸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医生很困扰。先生，你不要这样啊！要不然，医生，我觉得我喉咙也不舒服。来，你把那个伸到我嘴巴里面，快点，快点，伸到嘴巴里面。把什么伸到嘴巴里面？那个很像冰淇淋的那个东西。冰淇淋的木片，鸭舌棒，鸭舌棒，好喜欢鸭舌棒，快点，进来一点，再进来，不要，护士，我跟你讲，还有一种方法，这不会更快被赶出去吗？还有一种方法，还是你拉出更多鸭舌棒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啪，103片，你刚刚签名的是不是这根鸭舌棒？魔术啊！哇 ，Holy shit！ 哦，这样。但是其实最快的方法，可能应该就不用那么多话术了，你就直接穿一个医生跑进去就好了，他就愣住。张医生，张医生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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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边秀是学号，假班。小学生是什么什么实验室的假班？实验室假班太奇怪了。好，下一题。都是我抽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抽。来，第二题，腰痛要看复健还是整骨？这个是很专业的问题耶。我也在想这件事。应该要看哪一种腰痛吧？没有，腰子痛跟腰痛是不一样啦。你如果是有技巧的话，可能就是都不能看啦、他说复健和整骨啊，那就都不能看。如果是腰子痛，那就不能看。腰子痛要看内科了啦。但我觉得腰痛其实你要自己测量怎么去看，这是一件事情啊。就是到底你今天是复健还是整骨？因为是骨头的问题还是肌肉问题啊？一个是整骨，对啊、一个是整肌肉。那、复健不是有肌肉部骨头的部分吗？没有吧？复健有吗？没有，他也会拉骨头啊。真的、对啊。那这一题我可能不太懂所以，对，说什么意思？
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某方面来说是流派不同的出现。对对对对，什么意思？真的，就跟武术流派，就比如说一个西洋剑，一个日本剑道的感觉。对，那他就是不同流派，所以都是一种附件手段。对，但是你就看哪边优惠比较多，你就去哪边。这么直接吗？不对吧？比如说整山下两折之类的这种，你就去那个地方。整山下两折，什么叫整山下？我没有听过这种算法。就是国术馆帮你这样咔咔咔三下，如果三下可以解决，就打两折。那四下呢？没有原价，凭什么？只是多一下而已吧？咔咔咔咔。对，但一般咔咔咔就可以结束了。整蛊一般就是咔咔咔就可以结束了，就像个节拍一样。那是进来咔咔咔，进来咔咔咔就可以结束了。但是如果咔咔咔咔的话，那是严重的，那个你去复健科都没有用，所以他有这个自信，他会说你如果三这个弄三下之内呢，就两折。了解。对，如果四下原价没有办法。了解。因为就需要高超的整骨技术。那复健科比较多的是那种机械啦。啊？机械啊？机械。就是那种拉牵引啦、啊。哦，牵引。可是牵引跟腰痛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没有，很多腰痛是因为脊椎，这是真的，脊椎引发的。脊椎。所以他要把你的脊椎拉开，把它位置拉到是正确的。哦，脊椎你要拉开，脊椎可以拉开哦。不是，我记得如果是脊椎侧弯这件事情，嗯，对啊，侧弯嘛，你要把它拉直的意思吗？哦，那个可能就要复健师自己来。哎、欸，就是他就叫你站好，然后他一直侧踢你啊，这样，这样子，没有这件事情吧？来哦，还可以吗？受了哦，来哦，早就不行了吧？他是去泰拳的练习场，对不对？那是泰拳老师吧？没有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摔跤。这是摔跤，我感觉这样子。为什么要拍一下他再打、啊嗯？然后把他拉到牵绳边，然后再这样子，这样弹回来这样子，嗯、然后他可能会闪过。你确定他的脊椎不会只是这多少 S 型的？他是跟他说运动啊，多运动啊，多运动，就跟他一起运动，可能脊椎侧弯就会好一点。那你有脊椎侧弯的问题吗？因为我知道脊椎侧弯的确会造成腰、哦、我是脊椎过直。你是脊椎过直？有这一种？有过直？就因为脊椎本来是要有一点弯曲度的，但它太直了。没有吧？有，它上面太直了，上面像跟毛笔一样那么直。毛笔不是很直哎、欸，它下面你是用什么样的毛笔？人体工学那一种吗？什么？你说太直了会怎么样吗？就是你的下面肌肉就会过度紧绷，所以下面一定要有一点侧弯。没，不是，好，脊椎侧弯的意思就是脊椎本来是要这样子弯，但它变这样子弯。就它变侧弯了，它不是正弯，所以是一个惹惹字吗？一个惹，然后变成了日文的鲁之类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是惹字型的侧弯哦。应该说，我现在看你刻练鲁弯，鲁弯啊，鲁型的弯，那鲁弯，那鲁，对观众讲。我以为你真的在讲那个，我没有啊，为什么鲁弯那鲁弯？哦，原来是说鲁型的弯。哎、欸，这位先生，那你那鲁弯的啦，你那鲁弯，哎、欸，不对吧？你这部分真的是高明哎、欸，哪个东西啊？先生，你那鲁弯的哦，哪鲁？医生，你说哪鲁？我说那鲁弯呐，不是，我说你说哪里的口音？会有那鲁弯这种口音？啊！你那鲁弯了，去那鲁看一下啦。哪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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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哪里口音会是哪鲁哪鲁的？装可爱，现在不是很多网络术语。啵啵，走。啵啵很久，啵啵很久。啵啵咩？白扑也蛮久。白扑是咩扑还是白扑啊？咩扑咩扑？对啊，那我自己创了一个嘛。哪鲁哪鲁哪鲁？你要去哪鲁？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偏到某一个族群呢。不对，我刚刚示范的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日本高山原住民吗？对，但总而言之，我要说的是那鲁湾，那鲁湾，鲁湾，晚上讲那鲁湾，鲁湾。对，总而言之，侧弯就是看正面看，正面看啊。哦，是啊。对啊，你侧面看的话就是正常，如果正面看是有鲁的话就是错的。或热哦，了解。或三都是错的哦，三太严重了吧？三脊椎会从这跑出来吧？三会这跑出来吧？这种感觉，整个人感觉脊椎弯到那种程度要截弯取肢。他如果侧躺的时候就麦当劳感觉这样子，啊、这样子。
什么东西？很厉害吧？厉害，佩服你，佩服你。嗯，所以腰痛还是要去看医生啊。但我觉得认真讲，为什么要认真讲啊？我不要认真讲，是不是？我怕他认真再问啊。等下出去说，去国术馆说你踢我踢我，我脊椎侧弯怎么办？不然你带我去那个竞技场，快。先去外科照一下 X 光，确定你骨头的排列状况。哦，对了，对，然后先确定这一点之后，你要再用复健或者去国术馆整骨，我觉得都是个选择。但至少先确定你骨头是没有问题的，这样。好，反正你很有经验了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常在调。最后物理治疗还是有用啊，物理治疗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徒手物理治疗或者是机械其实都会有用。对，魔法那种。嗯，来吧，抽下一张。一个人看医生会怕吗？会希望有人陪吗？哎，这个问得很好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是陪的。我完全不会怕，我就一个人看医生。你都一个人看医生？对啊，房间里面没有人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哎，自助式啊，自助式的。对啊，他就说请输入你的症状，然后我就点那出像拉面店一样啊，投钱嘛。对，他最后跳出金额。他对，然后他说你要加你可能会有的症状吗？哦，加。对，下面有个加点区这样子。白饭这样。对，然后说我可能之后会咳嗽，我可能之后会发烧这样点。可能会饿点溏心蛋，对对对啊，或者不是海苔这样，真的有可能呢。对啊，未来有可能这样子啊。对，但现在应该是不太有可能了。嗯，对。那一个人看医生，你真的一个人看的？我一直都一个人看医生啊。哦，我之前喉咙开刀的时候是一个人去开刀啊。哎，这个很有勇气耶。还好吧？哦，没有，我术后醒来的时候，我家人有来陪我，但是我去住院的时候，的确是一个人去入住啊。嗯，你有跟他们说吧？啊，你有跟家人说你要去开刀吧？对 对，我手术完的时候说，哦，开个刀这样。太慢了吧？太慢，跟他们讲了。可不可以来帮我拿内裤过来？这样，家人应该会吓死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会想要一个人去啊？你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？为什么一个人？我没有没有。问题是我比较想，我还反倒想问，为什么要找人一起去看医生呢？找人一起看啊？问题是看医生是你啊，旁边人又不要看。A A 制啊 ？A A 制什么啦？我跟你讲 ，A A 制的，你找越多人。A A 制什么？我要跟他分那个药是不是啊？你找越多人越 OK 的啦。你三天我三天，你鼻炎的，你咳嗽了这样哦、喔？真的啦，现在我觉得真的讲求这件事情。对，你说共医吗？共医没有说一样，就是你跟我来，你就是要帮我付啦，就这样。不管是看医生还是什么的，反正就是 A A A。这已经不是要人家陪，是要人家帮我付钱。你要分母，对不对？怎么了吗？需要唱 K T V， 你要一个人霸着麦克风，但你要大家付钱那种感觉。对，每个人都在门口吃水饺而已啊。水饺是蛮贵的，说实在。空喝彭大海这个样子啊，不准唱歌，只有我可以唱啊。对对啊，因为很多人一起去看，感觉会比较安心吧。壮胆？不是壮胆，是因为医生有时候你找的不见得是你信任的医生啊。那你旁边有人，他就给你出意见，你要不要相信他这样子、啊？好比如说医生，这也太恶劣了一点点吧。医生帮我量肺后咳两下、他说我可能只是轻度感冒而已。然后我就说，你觉得只是轻度感冒吗？他昨天咳得很严重哦。对，我昨天咳得很严重了，医生，我昨天咳得很严重。然后旁边那个朋友说，还好吧，我觉得他前天也还好，我咳得还比较严重。你咳更严重吗？对啊。哎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那我们劝局一下，我们劝局一下医生。可是刚刚你没有差你健康啊？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算就好，我们一起算。A A 制 ，A A 制，对。是不是？哎，大家再分。我觉得你找到感觉了，哦、你懂了。下次、哦、就是打一张发票、哦，但是你们自己 A A 制的感觉。哎，对，一张健保卡就搞定了。一张健保卡没有问题。对，记得把那个头的部分就是抹掉，把它抹得白白的这个样子。还是把你们之间的化妆化得很像。我说哦，那其实去看医生的时候化了三个小时的妆，三个人。这也是我的健保卡啦。对，但我们的身高也太容易被拆穿了吧？等一下，还是要所以不要找我去嘛。你不愿意 A A 制我的了。对对对，我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来第二张。好，第二张。你都抽中间的，你不抽。哦，这张好皱啊！他做什么事情啊？怎么做的？他故意的、啊。请问去就医时会关注护士小姐姐吗？还是小姐小姐吗？他用一个平方，我不知道他平方的那个单位是什么。哦。还是以上都要念两遍。前面的语句都要念两遍。姐的平方只有姐姐啦。对啊，小姐或小姐，所以护士小姐小姐啊。哦，所以你刚才是说，请问去就医时会关注护士小姐？请问去就医时会关注护士小姐吗？对，哦，了解了，应该这个意思、哦。那个平方我不知道，他没有夸号，我不知道他夸在哪里。懂了，不知道哪里平方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张我们等下给大家拍照、哦。对对对，留念这一种语言用法。数学上面的那个，对，大家很特别，注重一下。以后不要玩这种游戏，开根号什么的，我就不会念了。这样子哦，对，我们可能只会念部首而已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好，你会看吗？护士小姐吗？如果等很久的时候，有可能，一间一间确认，一间一间。比如说我是三诊，有没有？三诊看腻了，开始去二诊，这样说。
哎，请问你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这样。哦，对，然后再久一点，嗯，再久一点，我就会把画架架起来，开什么？然后找一个最喜欢看花树苗，这样子。你到底在等什么医院？等很久哎，这个样子。很多医院都会等很久啊，两三个小时都有啊。哦，大医院啦，大医院啦，对啊，对啊。但看护士小姐他们，我只是很好奇，是说病患的心情，看护士小姐，护士小姐是不是习惯了？我说习惯被看了，对，因为太多人会去看了嘛，就是要好比如说酒店小姐，我不是我不是不能这样比吧？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不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哎，你们这样是在诱导风向哦，不要学不好新闻才做这种事情。没有，你那股风向太明确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说错了，丞相，我说错了，您的风太明确了，我没有要起风，我的意思是说。他们会不会太容易被这种奇怪的那种，你知道病患骚扰？他们会有自觉、视觉骚扰啦、嗯。我是说，这是一种骚扰，对吧？他们后来都其实很有就是被看的意识，什么意思、啊？出来的时候是这样、啊，走秀啊！哎，阿达，张俊彦先生，你的药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。大医院的话，应该是好，比如说那种货梯电梯一开，叮，我就。嗯，走出来，然后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然后签名嘛，帮那个医生签名。而且他们会两排啊，哦，两排护士这样走出来，一龙的吧，这个对，后面是跟着医生吧，前面是那个院长吧。哎，每一件那个白袍都改的不一样哦，有剪裁的，对。然后最后那个设计师会出来这样子。原来如此，是一个擂台赛，对对，是一个擂台赛。嗯，然后下面都坐老人那个轮椅，然后评分。对，哎。哎、那是我的护士，那是我的护士。It's my girl, it's my girl, man。他超会打针的，他很会打针。我喜欢他，我感觉都没有。对，没有，没有感觉。他当时插了五支留在上面，我隔天才发现，厉害厉害。没有没有，很棒啊。对，会有自己的簇拥者啦。我推这个护士，我推内诊的、這個、不同的不同内科的外科的什么的，对，外科的撑着拐杖撑是推外科的，蛮好的。嗯，我觉得医院要举办这种比赛吧，可以啊，时装周啊，时装医院时装周，这样护士被看应该会觉得很荣幸的、欸、对啊，应该就很开心啊，就穿得很性感，或者是穿得很有那种很厚重，对啊，或很时尚啊，对对，毛皮啊什么的，对啊，或是那种真的很前卫的，就是挂满点滴的那一种，哦对，很多带那种，把点滴那种缠在这边。对，缠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弄，然后针这样，针这样，对，这样，针，然后点滴线，这是恐怖，这已经恐怖片的范围了。这么大一个针筒吗？这么大一个针筒，这样恐怖恶魔，恐怖恶魔，不错哎、欸，医院时尚，所以护士小姐到最后就会有这种自觉，然后医院也开始办起这种活动的时候，对，这个风潮应该要引领起来。嗯，对，我们从一些比较小的医院。